没有吹泡泡了呢？哇，小时候的时候都很喜欢吹泡泡哦，感觉那一个泡泡呢，就好像满满的希望。但是梦想越高，越飞越高，而每个圆圆的泡泡呢，也象征着圆满的祝福。在今天，我们要把这一段完表演，带着完美的梦，带着梦想飞翔，一起和现场所有集团的团员们共同来感受喽。现在就邀请呢，我们专业的表演达人、泡泡艺术达人 Zero 和泡泡王子 Alex 以及泡泡先生 Mr. Joe 来到现场，为我们感受大型的泡泡异想嘉年华，掌声欢迎，谢谢。